捐獻你嘅時間，捐獻你嘅專業，捐獻你嘅人際網絡，其實都係好大幫助，亦都係即係嚟緊一個捐獻嘅一個新嘅文化嚟嘅。你係最清楚你個社群需要啲乜嘢，有能力嘅話就將自己可以做嘅就做咗先。我希望咧，一團火二補嘅補習嘅學生咧，將來都能夠成為知識分子同領袖。以後咧個社會裏邊咧，將呢個愛嘅文化繼續傳開去。一定要眾志成城啦，集思廣益啦，將嗰件事咧一齊做好佢。最緊要咧，我哋方向一致就得。我覺得香港年輕人其實一啲都唔窮，咁啊爭嘅只係一種向外走嘅決心。他们对服务香港的热诚和理想，我看到香港未来的希望。他们是青年人的好好榜样，将自己的专业和时间贡献出来，为有需要的人服务，他们很值得表扬。有热诚又有行动，肯持续，肯奉献，香港需要更多这些青年。为香港添上火热，勇无障碍，多元共融，让活力联系世界的一把。